当时要是我叫了个代驾，他怎么走的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代驾人呢？代驾你现在停了，这地上停，这地上停个小花，这地上停个小花，我叫的代驾，为啥这地上听我说话呢？咱们的司机是吧？是吧？没事，我们来。哎，跟你说话。行车路况后离开。二，请饮酒驾驶员司机恪守原则，酒后坚决不控车辆。